是啊，这个演员到了。哎，袁先生，这就是袁林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了，我讲老实话，我有什么东西不我的片子了？您是功勋章的获得者，八个人里面没有什么拍的了，我这个平淡的很了，是吧？想不想？有点头发有点像。我给您看看，我们做了一个老年的那个。从青年开始看。哎，您看，从青年。这是青年时候。这个有点像。衣服都像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。您这通过了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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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您这件衣裳。这是这个甩吧？这个有点像。这个谁个甩？老十二年，十二青少年都在重庆长大，说了我的生活习惯、语言呢，都是重庆的。对对对。袁隆平院士的一生就是在科研一线，从他水稻梦的诞生地安江农校，我们的创作就要去寻找这些场景，一共大概280多场戏。但是我们有210多个场景，意味着绝大部分场景只有一场戏。